锁定主流赚大钱啊，哈，全国同学一定要弄清楚赚钱的关键。锁定主流，重压大买，不仅赚钱，赚大钱。好，这就是告诉你，股票赚钱一定要懂得主流，然后重压大买。你乱买一通，买的不是主流，我跟你讲了，行情大涨2000点，你照样赔钱哦。来，我们全国同学亲眼看一下啊，台股从五月份15000多点，涨到17000多点，台股从五月份以来涨了2000点呢，同学，你赚钱了没有？台面上很多老师每天就是长荣、阳明、长荣、阳明，我请问你啊，五月份所有去买长荣、阳明的，你告诉我啊，阳明，五月份六有几块？今天呢40几块了啊，你小心啊，还在持续破底啊，你要小心啊，真的阳明会跌到哪啊，你不要以为40就跌到40就没事了，涨了2000点，阳明惨赔啊。好，那再来国内投资人最喜欢的传产的龙头啊，台塑集团。那我问你啊，五月份你去买台塑啊，你报了2个月，台股涨2000点，台塑呢惨套啊，南亚呢惨套啊。所以张老师要告诉你的啊，行情五月份以来涨了2000点，你买错股票啊，买到长荣、阳明，我跟你讲了，你惨赔了啊，台塑、南亚一样惨赔。这就是很重要的关键，赚钱绝对要靠什么？主流嘛，买进主流倍数翻呐、啊。只有懂得重压主流，你才有机会100变200，200变400。主流是什么？今年主流是什么？我一再跟你讲，充电桩 AI 商机，充电桩 AI 商机，就这么简单。五月份我请全国同学重压什么？大同嘛，来同学。五月份当时台股在15000多点，我请你重压什么？大同啊，30几块，有没有让你赚钱？有没有让你大赚？30几涨到快要60了，同学啊，是不是？大涨80%呢，100万是不是80万？200万是不是160万？300万你就200多万了嘛，轻轻松松，开开心心啊，你这样才能赚钱嘛，而且要重压。所以五月份所有来找我的同学啊、哦，我不管你手上什么台塑、南亚、长荣、阳明，我说你全部卖掉，很简单，给我重压大同啊，100万买30张，200万买60张，300万买90张，就这么简单。绝大部分同学都是大概200多万的资金，那你就买60张嘛。是不是60张亲眼看一下啊，200万赚多少？200万你就150万啊。所以你五月份200万来找我，现在涨上来200万你就变成350万了，是不是快要一倍了？快要一倍了，没错吧？哦，38 40 42 45 47 50 52 55 57啊，同学，是不是200万就150万呢？你200万五月份来找我重压大同，200万是不是变成350万？这完全不是用猜用赌的，这是方法策略。好，那错过大同大涨70%以后，六月份我跟你讲买什么？未来谁会大涨？谁？第三季的主流，错过大同，大同第二，大同第二，赶快跟上。谁啊？啊，我说 AI 商机不要怀疑，对不对？那 AI 商机引爆伺服器，那引爆高速运算啊，对不对？那高速运算未来大数据啊，资料中心需要什么？需要高速的光纤网络嘛？你将来大家都设资料中心，通通大数据，对不对？这个 AI 资料庞大，哎，结果你网络速度不够，没有用。所以最近很多人用到 ChatGPT 发现会宕机，为什么？网络的
速度不够嘛。所以为什么拜登政府要砸 1.3 兆要建设全美高速网路？ AI 时代来临了，网速全面要提升，尤其光纤网路。那光纤网路买什么？当然就讯芯嘛。讯芯在全球是800G 光纤模组的领导大厂嘛。然后他的富爸爸又是谁？鸿海集团啊，伺服器鸿海集团市占率高达全世界将近快50%嘛。那白宫又要砸 1.3 兆建设光纤网络，所以未来在800G 光纤模组的需求大增。所以六月份我说错过大同，大同涨了70%的同学，大同第二，你不要怀疑，就是讯芯。来，六月份我请你重压什么？你先搞清楚哎。六月份以来，台股一度怎样？一度怎样？重挫了800点哦。但我六月份请大家重压什么？讯芯啊，90几块，啊，涨到多少？啊，90几，100、101、102、129，啊，两个礼拜时间，大涨40%，所以不要多。你五月份来找我大同，是不是啊？重压大涨了快80%，你100万是不是变180万？200万是不是变350万？没错吧？好，就拿你100万好了，100万5月份来找我，100万变快180了，对不对？然后6月份180，再把资金重压讯芯，180又涨了40%，180是不是70万？那180变加70是不是变250？所以你五月份你实实在在100万先丢重压大同，100变180，然后6月份180再重压讯芯大涨40%，180变250，你是不是短短2个月100万可以创造250万的一样这样的一个结果呢？是不是张老师有骗你吗？所以你想100万变200万，同学，你不是每天做梦哎，啊？你想100变200，200变400，不是每天躺在那边做梦幻想啊，满手买长荣、阳明、买台塑、南亚，你会100变200？你很可怜的，是不是？那错过五月份，大同大涨了快80%，是不是？六月份再请你重压讯芯，又大涨40%，你是不是光这两档股票100万可以让你变200多万？那200万是不是变成快500万了？啊，没错吧？所以操作就是这样，实实在在，不是每天乱射飞镖啊，股票搞了一大堆。好，那六月份张老师送你的讯息，亲眼看一下，狂飙40%，对不对？那六月份很多老师还在那边跟你阳明长荣，你照样惨赔嘛。你搞清楚啊！这我一再警告你，阳明你看还在破底啊，60、50，现在40几了，啊，这种结构向下的股票不要碰嘛。那六月份很多老师去追电子股，你看这档微强电啊，很多老师去追100多块，哇，大涨一追杀到80，所以你六月份买错股票，对不对？买到微强电100万剩80万。买到阳明，你看看变多少啊？60剩40，是不是？100万剩70万了，对不对？但六月份你跟着张老师重压讯芯，100万变140，200变280，300变420，所以倍数行情是这样子创造来的，好不好？不是用猜的，不是用幻想的啊！所以大同，对不对？五月份带你一路重压。涨了快80%，六月份告诉你大同第二，赶快跟上讯芯90、100、101、102，快130了，是不是涨40%？是不是涨40%了？好不好？好，不啰嗦。那当然 ，AI 引爆整个未来的高速光纤的网路。那这档股票3开头的 AI 大数据，未来传输的速度提升，
那它是八百 G 主要的交换器大厂，八百 G 交换器大厂，好不好？股价在30多块，也是经过了2年的大底的整理，那今天股价再度上攻，创了2年来的新高哦，创了两年来的新高哦，啊 ，AI 网通的商机。好，不啰嗦，重点来了，未来才会大涨。那你先问自己，未来主流是谁，好不好？所以很多同学来找我，满手什么啊，长荣、阳明、台塑、南亚，我就问你，你手上哪一档是主流？哪一档是 AI？ 哪一档的电动车？没有啊，没有你就赶快丢掉，不是主流你就抛掉，不要啰嗦，好不好？那未来的主流是谁？不啰嗦，当然还是电动车。那未来目前电动车未来最大的一个爆发成长的商机在哪里啊？碳化系第三代半导体，这个族群还没有动，听清楚，还没有动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动，而且才刚刚发动，很重要。就像我在30几块，请你重压大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大同有没有？还没有动，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赶快进场。结果呢，大涨了快80%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告诉你讯息，这里90多块还没有动，买完大涨40%。所以大户筹码是带你锁定，还没有动。所以今天有个啊太太很可爱，早上问我，张老师啊，现在跟你还来得及吗？我说问题是你要买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要买 AI， 买充电桩，很多股票涨2倍3倍的，当然是来不及啊。但是刚刚发动的股票怎么会来不及？谁？碳化系刚刚启动，谁？同学亲眼看一下，亲眼看一下这档股票啊，不是张老师在骗你，自己看一下，这一年来是不是在100多块？是不是都在100多块？动了没有？还没动嘛，才刚刚要发动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就像讯息90多块的时候，像不像啊？讯息我当时叫你买的时候，像不像？是不是在这里？买完2个礼拜不到，马上狂喷40%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买股票的关键在这里嘛。那这档股票大同三号，去年 EPS。高达15块啊，本益比也才10倍左右啊。那现在 AI 商机把所有的电子股，像伟创去年赚4块，现在股价涨到多少你知道吗？啊，去年赚4块了，股价从40现在来130，本来40块的时候本益比是10倍，对不对？现在本益比130，本益比几倍？30倍。所以 AI 商机把很多电子股本益比拉到30倍了。那这样的公司，我问你，它又是未来碳化系的领导厂商，那碳化系我问你，是不是未来的主流？是不是未来爆发的题材？第三代半导体，你不要怀疑。所以张老师是很清楚告诉你未来的主流题材商机，而且股价还没发动，去年就赚了15块，今年光碳化系的营收要倍数成长，为什么？供不应求。所以这样的股票，获利这么好的公司，又是未来的主流电动车引爆碳化系的供不应求，那股价在100多块，从250跌下来100多，未来会不会来到200？会不会来到200？全国同学自己好好思考一下，它现在本益比才10倍左右，现在 AI 商机电子股本益比都拉到20-30倍了，所以他如果本益比不要30倍，20倍就好了，20倍股价就300块了。我问你，现在100多买它，你是不是有1倍的行情？所以要特别注意像这样的股票。所以很多同学问，投资人问张老师啊，现在买来不来来得及？你买它刚刚好，就像90几块买讯星，对不对？90几块叫你买讯星，来不来得及？马上大赚。30几块买大同，来不来得及？马上大赚。所以现在很多股票涨了2倍3倍的，你不要碰，看看就好了。那个现在追它没什么意思，但是这样的股票你要小心，将来大波段的行情，好不好？那昨天才第一只涨停，还在100多块，
今天持续上攻，再创一年来的新高，也还在100多块。大同三号，大同三号，所有想赚大钱的，好好把握未来电动车碳化系，未来电动车碳化系供不应求，这个不是张老师自己编的，这是未来的主流，好不好？那大同三号务必赶快跟上，股价才刚刚启动，刚刚启动，大同三号第三季的主流，错过大同，错过讯星，第三季的主流，大同三号务必赶快跟上。再来指数怎么样掌握千点的倍数获利啊？大家知道台指期掌握到一千点就赚一倍哦，但很多人说张老师一千点很难呢，很难吗？啊，你只要每天实实在在的根据专业的依据，对不对？根据 AI 程式明确计算大物筹码，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，你都不要猜不要赌，一天50点，一个月20天，你不就是1000点了吗？但你不要今天用猜的赚50点，明天一猜赔700点、800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波很多投顾老师真的从5月份15000多一路放空，会员惨赔2000点啊。那来到端午节前，有的老师拼命做多，又赔了快800点。上礼拜拼命放空，到今天又嘎了700点。所以你这样乱搞，一赔都是几百点、千点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只要每天实实在在50点，来亲眼看一下 AI 程式5月15号从这里怎么带你操作的，全国同学自己眼睛看嘛。5月15号 AI 程式15470翻多，这个不是张老师写的，这是 AI 程式写的，获利多少点啊？有没有50点？这个叫200多点啊。5月15号15470翻多，5月17号15748翻多，有没有200点啊？啊，200多点，很可怕的，这个获利都是很恐怖的，对不对？再来5月24号16030翻多，有没有50点？自己看一下，又快200点了。5月26号16352翻多，有没有50点？百点了，同学。6月1号16458翻多啊，快300点了，怎么办？6月6号16734翻多，100多点。6月13号17127翻多，100多点。6月15号17238翻多，又是百点。好，不啰嗦，端午节前6月15号来到17348，有没有1000点？快2000点了，同学。来，端午节前张老师跟全国报告 AI 程式捷径缺口出现，有没有？这里出现一个捷径缺口，跟你讲大盘会下杀，会回补缺口，所以把握放空。来告诉你把握放空操作，6月16号8:4617300放空，逢高就够空。来 AI 程式6月16号17316把握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6月19号17280250再空。来7月4号17400告诉你反弹再空，还会杀，有没有？17100再空，结果呢？7月5号17096再空，空下来又是400点了，同学，这都不是开玩笑的。到了7月7号，你告诉我700多点，是不是快1000点了啊？一路空下来，来到上礼拜7月7号最精彩了，跟你讲什么？这里跌升会有反弹，所以7月7号，亲眼看一下，8:5616530560逢低做多会有反弹，讲得很清楚，会有反弹，有没有？结果呢？今天一早17255有没有反弹？700点，但前两天已经警告你了，反弹上来要注意逢高，还是要放空哦。来，最精彩的啊，再度见证了端午节前17316空下来快800点，上礼拜16536翻多700点，这样有没有1000点？这样有没有1000点？好，不啰嗦，今天怎么赚钱？来，全国同学，今天一早啊，9:54哦，台指压力17250附近，逢高就给我空。哎，张老师你发疯了，涨了700点怎么可以空啊？我已经讲了，反弹到了上档压力区，你要注意转空的讯号。9:5417250叫你空，到了11点多17255哈，来，为什么17250附近要空？全国同学见证，今天 AI 程式17247，麻烦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字？空嘛，要怀疑吗？17247空下来有没有50点？
获利多少？快要200点了。今天反手空下来，又是快要200点的行情，多轻松啊！赚钱很轻松。今天有没有50点？今天有没有50点？哈，不止吧？哈，快要200点了。掌握千点波动，赚钱不难。AI 城市，今天所有 AI 城市全国同学，是不是跟紧 AI 城市17247反手空下来，又快要200点的行情送给你，好不好？跟上脚步，有任何问题，不论期指股票，拨电话进来。我们立足台湾，放眼世界，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，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，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，才能看得更远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白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，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，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，才能看得更远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白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好，锁定主流赚大钱哈，一定要看准主流，然后重压大买啊！你不要每天满手长荣、阳明，对不对啊？每天这个台塑、南亚涨了2000点，你照样惨套赔钱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懂得主流。所以为什么五月份大家一定要重压、重压、重压大同、重压大同30多块，对不对？100万买30张，200万60张，300万90张重压，你看看今天100万是不是变180？200万是不是变350？300万是不是变500万？马上赚大钱，毫不啰嗦，是不是？错过大同的，然后六月份跟你讲大同第二，大同第二 AI 引爆了整个未来光纤模组高速网络的商机，讯息从90多块、90多、100、110、120，同学快130了吧？短短2个礼拜又大涨40%。100万又40万，200万又80万，300万又120万，对不对？这都是靠方法、靠专业，重压主流，重压主流。好，那错过大同、错过讯芯、错过 AI 商机的，未来谁会大涨？来，未来最大最大的爆发性成长的商机在这个地方，电动车引爆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系，供不应求，供不应求，好不好？大同三号。去年的获利就好得不得了啊，赚了15块，同学
赚了15块，那今年碳化硅的营收要倍数的成长，要倍数的成长，你告诉我它股价会涨到哪里？你告诉我它股价要涨到哪里？而且第一季的获利再创了历史同期的新高，好不好？那去年赚15块，本益比居然还在10倍左右，还在10倍左右，所以将来会大涨的股票，会大涨的股票，非它莫属，务必跟上大同三号。大同三号昨天第一只涨停，第一只涨停还在100多，还在100多，听清楚，刚刚发动，刚刚发动，今天持续的上攻，再创一年来的新高，再创一年来的新高，它会涨到哪？何时会到200？何时会到200？本一比10倍，100多，20倍呢？300啊，同学，它会涨到哪？务必赶快跟上。总而言之，这一波没有赚到钱的，错过大同涨了快1倍，错过讯芯涨了快40%。大同三号，张老师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第三季的主流，不要怀疑，赶快跟上，赶快跟上。现在加入的同学，现在加入的同学，张老师只要你一季一季微薄的费用，带你操作一整年，你不要一年了，你跟着张老师买大同2个月时间，我让你赚多少？100万是不是70-80万呢？200万就150万呢？两个月时间，对不对？带你买讯芯，2个礼拜100万就40万，200万就80万，所以赶快跟上，好不好？你跟着张老师一年的时间，我可以让你赚多少？欢迎想掌握大波段倍数行情的同学，第三季的主流，自己务必跟上，手上那些没有用的航运股，赶快处理。跟上脚步，拨电话进来，第三季主流，赶快拨电话进来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